在向世界出发文来篇，曾志伟先生讲过，在文来水是贵过汽油的，即是打车油了。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水的价钱了。不过这个 drinking water 1.5 呢都是七角文币啦。如果是 natural mineral water 呢就是两扣文币啦。其实和马来西亚都差不多，只不过大家的币值一样啦。马来西亚如果普通的水都这么上下啦，如果是 drinking water 定小过一扣钱，如果是 mineral water 通常是一扣以上啦，都可以买到中秋月饼，大概是这个价钱，又或者是买一块一块都是得的。文莱都是有中文报纸的，而且呢还是繁体字的，售是1元文币，即是为起来3元马币。百货公司都有放这个苏丹和苏丹后的肖像，还有这里都有卖那些动物用的，好像这个是驱蚊的shampoo，一个是卖紧女人衫的女装布啦，都是要三个语文的，就是分别有马来文啦、英文啦同埋中文。女装衫咧，通常都唔系可以太过暴露嘅，因为文莱毕竟是一个回教国家，比起马来西亚都是回教国家，文莱就会比较保守些少。亦都有卖呢啲唐人嘅字画啦。